因为日记，我才遇到你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早该辞职了。炒了他们？怎么也不会为什么呀？没有为什么，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所有害你哭的人都是王八蛋。跟12岁时候一样，我早上做了那个春梦以后，我就觉得完了，噩梦回来了。12岁叫噩梦，都24岁。 你不做春梦才叫噩梦吧？日记是个噩梦，我这辈子都逃不脱了。我不丧了，替你高兴。陈美如，我的手也比你丢掉那个破工作重要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手也比我那个破工作重要多了。你是复读机吗？我是在问你为什么手也重要。 因为你重要，废话，你也重要。在我心里，这12年来，我一直试图证明，日记里总会有件好事的。什么好事啊？欧阳文山很有钱吗？你脑子秀逗了。 陈美如，因为日记，我才遇到你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也遇到了欧阳文山，他是我自己选的男人，他很好啊。最重要的是，日记里我会是一个大明星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成为一个大明星，我要证明给你，证明给所有嘲笑过我们的人看，我们没有错，日记也不是一个噩梦。 你给我憋回去啊！你要是明天肿着脸坐在第一排，我打死你！张慧珍，对不起，我只顾着自己的事，我怎么忽略你？ 陈美如，我梦想实现的时刻，你一定要在感谢我们的日记，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。你也一定会越来越好，大明星江慧珍。你也太没文采了吧！我要是有文采，日记就是我的了。哎，行，日记给你吧，慕容杰伦也给你，不穷有啥？我文山留给我。 我要男二号，给你，那个水性杨花的玩意儿，有钱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一直冷战，还是慕容王子好。哎，刚还说自己选的男人啊，一码归一码。江慧珍，明天演出结束。 我要打破日记魔咒，我要幸福了，一定会幸福，不羞耻。